我的荣耀。好凉。哦，他英文讲得很好哦。这个灯啊，中心是谁的？小魏，那是谁的 iPad？ 谁的？阿忠的。受不了了。哎，你们怎么知道带这个来？啊？我们不知道。谁这里哪有那个卡？哇！吃不住吧？啊，没吧？我小薇，你一个人玩会不会很无聊？你要不要去打球？我我发现他们那个怎么这么喜欢户外的活动啊？啊？因为为了身体好啊。我们家你看已经没看。没有，现在没有了。现在没有了，哦，恭喜！哇，真的太好了，你看，在樱花树下打棒球，哎。他就一个人在那边玩玩电脑啊。张永威在玩没收了，快点过来，快去哥哥那边。你不要一个人在那边享受嘛，这对眼睛不好哦。你现在在这个青山绿水的地方啊，应该去公园打球吧，好不好？